来给大家看个好玩的，不要走开，后面有惊喜哦。最近天气炎热，蚊子特别多，这位同学睡觉被几只蚊子叮咬，拍死一只，看来他喝得饱饱的，再用电蚊拍拍死剩下的两只。再见了兄弟，他被咬得满脸包。这明天怎么上学啊？没关系，让我来试试。先放个桌子，这是我做的一些紫草膏，先来准备等下需要用到的。戴上发带，所有的护肤工具都摆在桌子上，先涂抹这个消肿。贴上止痒紫草膏，等待一会。身上比较严重，用这款医用级止痒喷雾，穿上睡衣睡一觉就好了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下期见，拜拜。